英文还有中文字幕，哇塞！然后我可以选择基本字幕不要有，只要露出那个翻译的字幕就好。所以就会看到这种非常非常惊人的这个用处尾胶诀相关。当然这个地方还是中文哦，必须重做一次才会出现尾胶诀之有。所以这一段就在投影片的这里，好，一直到这里哦，双重字幕，天下发现所有字幕写这个，你甚至可以把字幕档汇出来做这件事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，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用录影和那个声音。